双神小队大获全胜。小雪、阿仲、琳琳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我们打败黑龙虫饼了。仰天，玉鼎先生走了。他把封神金木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。他有告诉你他要去哪儿吗？你要潜入朝歌，这太危险了。小子，你先顾好自己。玉鼎先生，好好加油吧，封神小队。感觉又是一件麻烦事。总之，我先把这件事情通知昆仑总部吧。李小渣，我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！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跟我来吧，黑龙虫饼。这里是，生日快乐啊！今天是你重获新生的日子。你是谁？我是九尾狐的使徒暴真人。为什么要救我？这个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只有听我的，你才能报仇。你什么身份，竟敢让我听你的？嘘，别着急。这一招是究极的。什么？这？这里是龙巢？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？是哥哥的声音。好多和我一样的仿生人素体。杨天，他们这算不算是我的兄弟姐妹？这最多算同型号吧。杨天。好，各就位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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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抱歉，大家赢了虫饼都很兴奋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博士。知道添麻烦了还不离开？我在星链岛的陨石带探测到了反复出现又消失的封神金木反应。什么？这是我帮你们找到的坐标，还有你们的战甲、机神、飞船，我都修理好了。太乙博士，原来你这么关心我们。我只关心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离开。等等，赶紧出动。短时间内我不想见到你们封神小队。虫饼已经败了？是的，封神小队已经将它彻底消灭。不，哥哥，我还没输。三神联携屠虫龙，实际它是被三块封神积木打败的。对，您这也太准了。需要回收残骸吗？没这必要，既然已经输了，那他就没用了。怎么会？哥哥，既然和我一样流着虫龙的血，你就绝不能战败。对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只要我变得更强，哥哥肯定会认同我的。
时间到了。毕竟他只是应届的工具。对，您一声令下，像崇炳这种白老鼠要多少有多少。别废话，计划怎么样了？是利用崇炳的战斗数据，我复制出了两具和灵珠一样的仿生人躯体，景家穆家随时可以出动。哇，好大好先进。杨天，这里哪个是星链岛啊？都是。正因为这几个卫星岛通过轨道连接在一起，所以星链岛也被叫做联合卫星。那我们的目标就在这儿？不远着呢，出现反应的陨石带还要再往前。啊，怎么了？是求救讯号，就在这附近。小心，你小子别想跑。竟敢欺骗我们。火莲音速。李小渣来也。你是？哦，大人，那是火莲小子。那又怎么样，霸龙大圣可不怕他。连星炮，好厉害。哼，没用，我可是恶龙四圣里防御力最强的。别过来！
什么？嘿嘿，再见！救命啊！别小看本小姐！剑力全开，轰雷铁骑！你有答案了，给我力量，我要消灭李小渣。很好，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，暴怒之尾。